哎呀，李睿，真是好久不见啊！夏主任，哎，我觉得在这个感觉里演奏莫扎特的这个第三乐章，哎呦，感觉格外的这种清新啊，宜人。你是什么时候出国的？我是大学才出国。大学，那你觉得从你这个小的时候到附中这段啊，你觉得中国的这些教育当中，它的这个强项、它的优势在哪儿？我认为我在中国这段学习时间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嗯，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是一点，就是我的。 专业老师给我说，你必须要在，比如说15岁之前，解决单簧管上的所有的技术问题。对，就是只有你在15岁之前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以后，你以后才能很好的去学习音乐的这个表达，情感的表达。当时就记得小时候10多岁，可能不到10岁的时候，老师就开始让我每星期，比如说练3到5条练习曲。有任何问题，他都会让我这条练习曲，你回去重新练。当时就真的感觉自己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快的，就是现在看来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，没错，进步。中国的很多老师就是采用这个先把技术训练好的这种教学模式，好像案例更多一点。是，就跟体育一样。对，跟体育一样。身体的机能在小时候是在小时候是最好的，记忆力都是最好的。没错，就练出来。对，因为在小的时候吧，可能孩子们的这个思想啊，他的悟性和
慢。嗯，就是美国那边老师好像就是先从理解的角度，是吧？思想的角度，更多的去引导你，让你先明白为什么，是，然后你自己再去自己主动的去释放你想要练的那些东西。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就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乐理课上。大一的时候，第一节课第一句话就是给我们说，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你们的演奏服务的。你随时可以停下来举手问我，这个跟我们演奏有什么关系？然后我就会跟你说，跟你的演奏到底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当时令我是感觉非常不一样。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啊，对，对吧？我们在这个青少年阶段来说的话，就是他这个生理期的特点，是吧？给他机能和技巧的训练，这个其实是抓住了一个生理上的黄金期，是吧？我了解到很多美国的学生啊，或者你感觉你在这个茱莉亚上学的时候，你的很多同学，他们确实可能学习乐器的年龄啊，要偏大一些，是的，是吧？可能我们中国的孩子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了，是吧？哎，五六岁、六七岁就已经开始学习了，他们可能十五六岁甚至二十岁才开始学，对，因为他完全喜欢了，他决定我要干这个了。就是说你经常这个往返于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啊，那你觉得就是说，在你对这个，技巧的练习上，还有这个音乐的理解上，有什么想分享给这个大家的吗？我认为技巧上的练习还是离不开我们经常说的慢练，没错，一定要把节拍器当作你的伙伴，就是卡死，均匀，他什么时候进，你没错，没错，跟一个合作伙伴一样。音乐上的理解呢，就是需要更多的去学习多方面的知识，乐理、历史，甚至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，比如说，没错，美术、雕塑那些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于音乐的理解，没错，就像你刚才演奏的那个莫扎特的第三乐章，莫扎特的音乐嘛，总是就是特别的适合这个青少年甚至是儿童来欣赏。是的啊，按我们音乐界的话说，总感觉这个莫扎特这位伟大的天才作曲家，永远是有一颗童心。有一颗童心，去理解作曲家，去想表现这个欢快的时候呢，那可能他会选择就像你刚才演奏的这个 A 大调，没错，是吧 ？C 大调、G 大调，它这些大调的东西，它整个来说看上去就是比较的明亮。但是到这个三升三降以上的时候，是吧？到四个升号、四个降号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这个降 E 大调，是吧？它就会显得非常的这个对，沉重庄严一些，是吧？比如说像降 A 大调，那感觉就更加的这个聚集的这种集中的感觉会更多，让人更加的挺拔和严肃。像贝多芬的最著名的那个命运交响曲，他用 C 小调作为整个这个交响曲的一个基调啊，降咪发发发软啊，所以它整个都显得就是比较的这种深刻，瞬间就出来，瞬间就出来了。如果他反过来，他用 C 小调去写田园，他用这个 F 大调去写命运，那可能本身这个味道上和性格上，对对对对，就完全这个就等于是蛮拧了，搭配就不对了，没错。